9月19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以贝阿塔基奇基斯夫人为首的希腊文化代表团全体成员。毛主席同客人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1月21日，肯尼亚首任驻华大使亨利·穆利向刘少奇主席递交国书。递交国书以后，刘少奇主席同亨利·穆利大使等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且合影留念。郭沫若副委员长1月21日接见以弗朗索瓦·贝纳尔为首的法国议员代表团。接见时，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在冰雪覆盖的内蒙古草原上，呈现一片兴旺的景象。锡林郭勒盟纳日图公社高个台斯生产队为了让牲畜安全过冬，给牲畜盖了大批棚圈。社员们每天坚持打扫棚圈，使牛羊不受疾病的危害。社员们把老弱幼小的羊只留在棚圈里进行喂养，还为健壮的羊只和怀胎母羊找好牧场，采取漫步放牧的保膘保胎的有效措施。由于精心喂养和管理，几年来高个台斯生产队的牧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广东省阳江县闸坡公社的渔民们用自己劳动的收入，在渔港码头附近建造了一个渔民新村。全社已经有600多户社员迁入了新居。闸坡港面临着水产资源丰富的南海渔场，终年可以捕鱼，是华南的一个著名渔业基地。公社化以来，社员们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使生产和生活得到巨大的变化。全社现在有120对大小渔船，每年都生产了大量的鲜鱼，支援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辽宁省群众性的技术协作活动正在继续扩展，北京、承德等地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纷纷来到沈阳参观学习。沈阳重型机器厂老工人金福长被人们称为刀具大王，他曾创造了17把效率高、
质量好的宝刀，去年和工人们一起试验成功的深孔钻，能够在车床、汤床和深孔钻床上加工精度较高的深孔。在技术协作的活动中，金福长又和工艺室主任李世新共同研究成功了深孔套料切断法，使水压机钢套的加工效率提高了4倍，而且节约了原材料。能工巧匠们依靠长年累月的苦心钻研，取得了一手高超技术。沈阳气体压缩机厂老工人李贵表演用氧气切割大钢材的绝技。沈阳高压开关厂徒工潘月琴拜李贵为师，在李贵的热心帮助下，潘月琴经过3个月的刻苦学习，现在已经掌握了用3分钟的时间切割320毫米大钢料的技术。老工人热情传授绝技，把技术协作的丰富经验向各地代表做了介绍。在工业企业之间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运动热潮中，上海纺织部门发扬共产主义精神，选派了一批先进技术的操作能手，来到陕西省各地传经送宝。上海的挡车工陆金兰向咸阳国棉一厂的挡车工传授采用弯针耙子拨卷搭头的方法，可以使棉卷的搭头得到均匀。为了提高棉纱质量，咸阳国棉一厂粗纱车间的工人们向上海国棉19厂粗纱直车工邵尚丽学习棉条包卷技术。上海国棉3厂细纱直车工唐阿凤向赵梦桃小组的吴桂贤传授用小刷子和小梳子代替小笤帚清洁细纱的方法，可以减少细纱的断头现象。上海纺织工人传授的149个先进操作技术项目，绝大部分已经被陕西纺织部门推广使用。